如果你觉得哪不舒服的话，尽管来找我。那不傻，俺娘说了，做人不能吃亏，哪不能让你白撞？你得听俺以前陈师傅。当真要学陈家拳？嗯。你沿着这条路直走，七里外见到大槐树右拐，见到石林左拐，那儿有座无量山。 陈师傅在生命闭关呢。来了来了！什么情况？山师座尼姑庵，哪有陈师傅？你脚程还挺快的，还以为你要走两三天呢。走吧，我们。再来呀！ 本村一步，若不听服，男女老幼人人得而奏之。关门。乐禅，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，够了。跟着师父把功夫学好。俺一定要进村。 把我手上斗搭掉，就算你赢。好，下回跟人家动手，你要记住他的招式，别人怎么出招，你就怎么比划。 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是意外，不算。老弟，您赢了。差的全是。又怪我！又怪我！
马上就要进村了，大伙儿准备应战，切记以扰敌为上，困敌为中，伤敌为下策。 陈长兴送府法办，否则一律以窝藏罪名，严做论处，把他们拿下。 不是我家里开的枪啊！